60% 以上的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来教一下，教一下大家如何去抢。各位姐妹啊，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，我们在一号链接去抢购啊，直接输入地址，下方有一个支持支付，点击更多支付方式的话，咱们有个微微支付提交订单，今天39.9元，12双到手。是的，是的。三双。没有抢到的，刚刚没有抢到哥姐啊，没抢到没办法。董事长，他们都说男士的抢了完了，还有女士的。好的，女士会有的。啊、女士的话上那个短袜吧，好吧。来快速，女士没有多少库存了啊。啊，这是叫船型袜。对，船型袜，这个也一样的吧，好不好？对。那我们就直接。男女都一样价一口价。对，不墨迹的好不好？董事长，这个含棉量高呀，这个含棉量高，成本更高。不管那个了，好不好？董事长就在这里，也是39.9元，12双，好不好？董事长。来，3、2、1。赶紧去拍啊，赶紧拍，赶紧去抢啊，音乐。女士的啊，女士的。特别的好啊，浪莎集团的，浪莎董事长在现场。上了。来，哥姐们啊，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，刚刚咱们的是一个男士的袜，现在的话是一个女士袜子啊，咱们要链接去抢购，直接输入地址，点输入这个有支持支付，更多支付方式的话，咱们有微支付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女士的话，39.9元，今天12双到手。是39.9米，12双。是的。一双都不到3.5元，3.13元，3.3元一双，而且含棉量60%以上，你在外边买掉8元一双的。男女都是颜色搭配好的啊，搭配好。来，他们问有没有运闲闲，老板能不能运闲闲？可以，有的。来，哇，太给力了吧！那么满意，太给力了。来，有运闲闲啊，有运闲闲，7.56元运闲闲袜子，还你买这么便宜的袜子还有运闲闲，太给力了吧？是吧？来这样。我们这样吧，这个袜子的话300单，我们结单到500单，还有90单，不到100单了，您放那儿去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给个音乐，让阿曲墨走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董事长，您看一下阿曲墨走的好不好看？您不要离开直播间。来，您站到这儿，福利还没送完呢，你走，你看啊，强哥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要不然我们董事长就该走了。好。这样的话你就要走了，我给你拦着点，不让走，好不好？董事长在这里好砍价。对。董事长好砍价，来，董事长他们看不到你了。看不到。董事长站在前面。来，强哥。你可以跟那个什么了，来，你下去看，你下去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你也站到旁边来看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来，要不要再看一遍？要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看他和强哥一起走出来？要。要的话打个要。来，要的话，姐姐们来打个要字。来，换个音乐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有感觉的音乐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从后边一起，强哥先别上了，来，阿什么，来，有请音乐，3、2、1。买白裤子了。给我换个单码，我当回模特啊，我当回模特啊。音乐。手捧着鲜花，给你微笑的花。想起那年初识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分手，就一颗轻轻飞过月光下，翻过了地方。你看，那个放礼炮的小哥哥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放这个礼炮是啥意思啊？这个好像有点撞景的吧？这个。你还放个礼炮，那准备再放一根了。来，再试一根。直播间家人们，我问你们漂不漂亮？今天的阿曲墨漂亮，打个漂亮。来，哇！这礼炮今天放的，着实让我有点兴奋啊！真的，着实有点兴奋。漂亮极了，是不是？来，音乐声音该小的时候小啊，该大的时候咱们大一点。来，咱往前面走走，好不好？要不然直播间的人看不清我们哈。来，这样吧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腿上的裤子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打喜欢，想要打想要，好不好？是，喜欢打喜欢，想要打想要，姐姐们。给我一条裤子，好不好？给我一条裤子。
嗯，来这样，你看，都喜欢是不是？太美了是不是？牵手再走一遍，一会儿我给大家这个裤子上身了之后，我们再牵手走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来这样吧，今天的话，我们给大家上款裤子，董事长你要神秘出场，你要神秘出场，你要神秘出场，来这样，这个裤子的话，我上一个好一点的，好不好？行。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，咱来拿一个好一点的裤子出来，是不是？把咱们家那啥集团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。是的，别直播间是不是都在卖普通的速干裤？来，这个就是一个速干裤，来看吧。我们是男女同款，又叫做情侣款，这是我给他们安排的情侣款哈。来看一下，这个裤子是速干裤。什么叫速干裤？洗了之后20分钟就干了，叫速干裤。同时的话，我们这个速干裤升级了，面料升级。来看一下面料升级到什么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眼睛看好了。来给大家变个魔术，干嘛？这是可乐啊，这可乐真的能喝，可乐可乐含糖量很高的，是不是？知道。看一下，倒在这个裤子上边之后，如果说它不没有很强的防污能力的话，直接可乐就渗进去的，很难清洗掉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奇迹发生，来看一下。哇塞！来，拍一拍，抖一抖。强哥，你跟他们看。干干净净的，来，朋友们，你们自己看一下啊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刚刚有姐姐说那么的防污防水，会不会不透气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，我就是怎么来证明？来，这个裤子我们裤子很厉害，就是来看吧，防污的同时我们还透气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所以说白色的想穿白色的姐姐们不用担心，裤子也是不会透的哈。我给您看一下，里边是做了内衬的。来，这样吧。今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，咱们今天把这个裤子给炸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给点音乐，有请我们董事长，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同款的哈。给点音乐，我们董事长上场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引导从后面上场，引导从后面。引导从后面。来，引导从后面上场。来，浪莎集团的董事长此时此刻来到了现场直播间啊。哇哦！太年轻了啊，董事长太年轻了。这个白裤子前了只年轻吗？年轻的15岁啊。对，年轻15岁。那个我们阿奇莫从我看的抖音里面和现在完全变个人啊，对，完全不一样了啊，从农村走向城市了，真是。只是董事长衣服做的太精致了，衣服装扮的很重要，所以大家这个家人不要错过机会啊。对，董事长他们都想要了，刚才好多人都想要我们这个裤子啊。你这样吧。这个先上车，然后我来讲解这个裤子，我们设计理念，好不好？强哥，啊、我们正常的直播价是89.9，啊、强哥意思就是说想让你给大家便宜一点，对、啊、对，必须给大家便宜一点。今天你、董事长你都在了我们直播间了，对不对？来了，我们也来到你的集团公司了，对对对对，那你就既然我亲自当模特，肯定是给大家实惠的价格、啊，对，不然的话我不能全到身上。你让我这个亿万富翁说全聊那很垃圾的，那肯定不对的啊。那我们就直接一口价行不行？要对得起这个价格啊！我们就一口价行不行？啊，搞怪精灵说29.9，那就不行的 啊。那我们就一口价，由你给到我跟阿群梦的执行那个品牌推荐官，那就我们来。多少啊？89。89。八十九。啊，这个是六十块吧？69。69。给力！给力！董事长，你就你也不差这三瓜两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到这里来是谋福利，给我们给直播间的家人们谋福利，对吧？你也给了我们品牌推荐官，那这样子就一口价，好不好？49.9。49.9，不到50块钱。对，49.9，哎，你就这样子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炸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49.9，你都给到我们的，你昨天给到我们的说评价格，我们说了算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我是听进去了，董事长。来，家人把49的这个酒都带出来。是有事情，但你这个价格太离谱。你一诺千金，一诺千金。你说董事长能穿上身上的裤子，你说是？我们董事长是一诺千金的，你昨天说过这件事情，你今天就得认账。董事长，我们这样吧，就做个品宣吧，给他少给他点单子。说的没办法，那给49.9，给。给个500条吧，好吧，好。对，直接来，你先上架，啊、我来讲解这个社区的。对，可以打个董事长大气啊！来，大气扣起来！3、2、1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哇！这个就免了，你给他们两个，不要给我。上好了没有？上好了，我跟大家讲解啊。这个穿白色的体现，大家都在说了啊，白的还嫩嫩、粉粉嫩嫩，是对的。啊，人这个人这个衣服穿起来这个好不好，要靠我们啊这个每一个细节来决定。那么我们这条裤子啊，这个我想几个地方特点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这条裤子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200多就没有了。还有记一下，
不要等我讲完了，你没有了那里。多少了？还有三百单，还有三百单，还有三百单。卡马旺大的拍。啊，卡马旺大的拍。这个，那你再加200单，700单好了，好吧？好的。等我讲完。董事长大气。大气，打在公屏上。我讲起码30秒钟，要的话快速讲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！这个说刚才说。阿强说了，我49.9是因为我昨天发错这个本子，本子不发的话，可能他也不肯这样子真心砍啊。对，今天给我砍一天了，好吧？这个，所以这个机会难得啊，这个不要错过。这个我们一条裤子啊，这个怎么样去上班也好，和走公园也好，特别是我们晨跑和夜啊，这个晚上出门的时候啊，这个是我们夜光条，这条裤子是夜光的。包括这个字啊，这个是我们浪莎的这个拼音的字母啊，这是浪莎的这个独特的设计的花型。第二个，讲实话，我也想周末的时候轻松一下啊，但这个平时都是穿上新的黑色的裤子、西装领带的，但这个为了买这条裤子啊，这个跑遍了全中国各大商场，没有一款是适合我穿上去之后全部这个地方引出来。所以我们在我设计这款裤子的时候呢，全部加了双层，是的，双层，这个双层呢就不会啊，就不会衬出这个白裤子的这个缺点啊，这个是的，说啊，这个当然这个裤子是一个白一个黑啊，这个我们穿黑的穿的多了啊，可能穿换掉白的可能就不一样。所以说这条是里面是内裤一条裤子，老板，这条短裤就是10几块钱啊，老板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没了那没等我讲完呢。来，你问问家人们还要不要？家人们还要不要？要的可不可以要？是的，要的可不可以要？你们、已经抢走了700单。在这里，你们赶紧没有、不用讲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不用讲了是吧？来，啊、他们要加单，他们说在上。要的可不可以要住？董事长在现场啊。董事长还在。咱俩加500，加500吧，好吧？加500，加二一，一楼领取，刷新举牌。董事长太给力了，动不动就拿到都要300单、500单的，很重要的。大家平时在买运动裤的时候呢，就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不装口袋，因为这个是为了节省成本。我们两个口袋有5块钱，一个10块钱。哇，算账了，董事长。49.9是便宜到哪去不知道了。是的。这有调节神啊，所以这么一条好的裤子，特别是这条裤子，刚才演示了，倒可乐、倒酱油，我们叫三防，防水、防油。啊，防污的，这白色是最痛苦的啊！我们回家老婆洗不干净，那这个清水一抖就好了，不要找老婆求老婆了啊！所以说，我们在直播间的粉丝们啊，是假如是女性的，你要把你老公打扮的大哥样子的，你一定是你的贡献，所以不要买回家说是49块钱，你那个时候最起码是99或199。是的，是的啊！让老公穿的体面是我们女人的骄傲，是的，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！这个五百条呢，最后还有150条，就这样子啊。这个所以大家这个上班下班这个走公园都是非常适合的一条裤子啊，两个颜色黑和白啊。你规格你们介绍一下啊。啊，来这样吧，我就讲解了，匆匆忙忙讲解。是啊，咱们这个裤长是94厘米。感谢董事长。好。来这样，刚刚有姐姐有几个问题，我在下边看到了，我回给大家回复一下哈。首先呢，这裤子会不会透？他问是不是欧荣金先生？这个是正宗的欧荣金先生，浪莎品牌的创始人，不会透。另外一点的话，我们这个透气性很好。还有姐姐说什么？还有姐姐说这个裤子会不会褶皱？最重要的这个事情，不会褶皱。来，我这样吧，我给大家做个实验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一下，我都拧成麻绳了。来这样，强哥，来个小强壮的小哥哥，好不好？来个强壮的小哥哥，来阿群莫，你给坐到上边。阿群莫118斤是吧？对，阿群莫推着到这儿啊，来看看。这条裤子弹性以及我们的抗皱性啊，来看，荡个秋千，看看，哇，荡秋千啊，可不可以，幅度太大了，摔到了。来这样吧，给大家看一下奇迹，好不好？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！裤子真的是个好裤子，你在外边买，它就要100块钱了。连连的，来看一下，板板正正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洗完之后就不用去烫的，它就这么板正，而且这个裤子还有弹性，你看，弹性贼拉大哈！来这样吧，这裤子我刚刚看到不到30单了，我对，我们倒计时10秒钟。前面的白袜子配起来，白鞋子啊，这样子穿起来，你老公。肯定年轻15岁啊！对，我们从不要错过机会啊！对，我们从80斤可以穿到180斤，卡马的牛蛙大脚拍啊！里边都是一个码两个码都没事。
对，穿大衣到。稍微大一点的没事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来。弹性非常大的，你看看，看看。啊！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来！不卖了，不卖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。来叫一下，来，大家看。姐们，等一下啊、哦！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一号链接去抢购，我们有白色和黑色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。卡码的话，我们就拍大一码，立即购买。输入好地址之后，咱们下方有一个支持支付，点击更多支付方式，咱们有个微微支付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啊！来这样吧，刚刚那个什么下单呢？说拍了两条、三条的都有是吧？M 码是吧？这他阿曲墨穿的是XL 的，他是在接近120件，接近120了，他穿了大一号的啊。来，刚刚下单的哥哥姐姐们，您放心去试穿，我们裤子是个好裤子，您回去有任何的问题，咱们7天无理由再加个孕险险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嗯，来这样吧，强哥呢？强哥去换衣服了，是不是？换衣服了。哦，那。刚才裤子弹性非常大，已经卖空卖完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已经卖完了，已经卖完了。这个裤脚到裤管这里都是非常有弹性，大家老板不用怕啊，好吧？啊，有那个什么，他们就是刚才说的裤脚不一样，这裤脚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上班的可能不能这样运动型的，就是回家剪开来了啊，这个说实话、这个刚才看得到也不一说不一样啊，是不一样的。美好的明天说是拍了两条、来这样吧，老板裤子的话拍两条，一条这个有绳子，一条没绳子也可以啊。来，我们给点音乐让强哥走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都要什么？都要那个老板身上的这个polo衫吗？老板身上的上衣都要，他们穿什么就卖什么是吧？他们都想来这样吧，我们给强哥也换一件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让强哥也穿一件。强哥已经等着了。这是高定版，这是高定版啊！强哥穿上了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上衣。回家钱不够，说是49块9，你一定要说199买的啊！啊，来这样吧，给点音乐，让强哥走出来，好不好？全靠衣服，全靠没温度的衣服，真的。好的衣服，这个能改变一个人的形象。瞬间都成熟了。我们叫做形象，我们职场有句话叫“形象永远走在收入前面”。你想老公升级，你想老公升官，你一定要啊，这个想收入增加，一定要穿的好的形象。啊，才能得到领导的欣赏啊！所以相信温总的话，没错的，机会啊！这个今天既然老板都穿上这衣服，不是啊一般的衣服。阿整哥，我想看你们两个一起走出来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出来。要不要先上车吧？不是，你们先展示，他们觉得好看了，他们才会去下单呀。我他弹性非常好的啊，满足阿群墨这个愿望好不好，董事长？干嘛？他想看我们从那里走一个秀走出来，行不行？想让支持，打个支持，支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阿曲墨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你等一下，衣服要满足我的价格，不能满足你的价格，要搞清楚。哎，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说，好不好？一般，我这个很少做那么大老板来走当模特走秀。这个我们老板真的从来没委屈我们董事长。真的，我也走不好，讲实话啊。我们老板真的出现过直播间，但还真的没有走过秀的。走秀的话，这还是首回呢。来。来，期待一下。录屏啊！今天来浪莎集团董事长走个秀，真的荣幸。走走路没关系。来音乐。浪莎也瘫了啊！这个非常难得啊！这个派头就不一样了啊！来，我跟你说，强哥，哎，您穿的可是给我们身家上百亿的老板同。对啊，今天很荣幸啊！您回去穿这身衣服，你要到拍成那个阿曲墨的短视频都没人看了。是吧？太帅了，对啊，太帅了就没人看了，不能太帅了，所以说啊，今天非常难得啊！这个好像父子俩，他们都说好像父子俩。那我有这么能干的儿子就厉害了。我有这么能干的一个父亲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来这样，一个老帅，一个小帅，你们两个不要相互捧了，咱们问问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喜不喜欢你们身上的衣服？喜欢。